9月21号，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票进境展品从法国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本次运抵的展品为一款绿色轮胎，该轮胎中有63%的材料为可持续材料，包括天然橡胶、废旧轮胎中回收提取的碳黑、废钢中回收的钢材等。目前，距进博会开幕不到50天，已有约3000家企业签约参展。